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863页，863页，从第一行看起。课题：物有自性。请看经文：从本以来，安住神通，得一成道，不由他物。请看念老的注解：有度生四种，不离神通，而住神通，从本以来，自然安住，非从外得。如《圆觉经》曰：“本来成佛。”故云：“从本以来，安住神通。”这一句四句经文，或者包括念老这一行半的注解，非常重要。这也是难信之法。为什么？从本以来，这个本，中国古人讲原始，由宇宙的开始，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是安住神通。得一成道，不由他悟啊，自己悟了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有一个典型的人物，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特别是能大师开悟之后，
对于这个男性之法，没有人不怀疑，认为学佛得道成佛，这是世间第一等聪明智慧的人才能做到啊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出家的人多，修行人多，正果的人少啊。悟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这叫一乘道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本来成佛，《圆觉经》上讲的。我们是不是本来成佛？是的，只是现在很不幸，迷失了本性。本性有没有真的失掉？没有，迷了。迷了之后，它不起作用。啊，在其用之间，绝大多数是错误的事。其用啊，错误其用了，生烦恼啊。正确的其用，生智慧啊。啊，我们要相信，不相信不能开悟，对这一句话有怀疑，他开悟不了。为什么？那个疑把悟门堵塞了。啊，他的一乘道显现不出来。听别人说一句话，在他这个言下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种人很多。那一句话是什么？是用真心，绝不夹杂妄想杂念，这一句话就能把悟门打开，把他的障碍解除了。佛教传到中国，教给中国人不由他悟的方法啊，叫人勤修戒定慧，就这一句行啊。戒是守规矩，这个规矩是自然的，不是哪个人发明的。在佛法里面讲，自信其用，自信的德用，德戒定慧都是德，它起这个作用。啊，具足戒定慧的人，用真诚心修戒定慧，戒定慧就是一乘道，
戒定慧不由他，那以后祖师大德说得更清楚更明白，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说的，读书人说的，读书人明理啊，怎么说？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一门就是一乘道，不管哪一个门，只要你走一门就对了。你走两门，走三门，那就变成世间法了，那不是佛法。佛法是一条直路，不拐弯的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当中没有违趋向，啊，就是一条大道，直通如来果地，叫一乘道，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常识没有一定，有人很快，几天、几个月、几年就通了。啊，怎么通法？真正专诚。到极处，就是自心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啊，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成佛就是见性，换一句话说，佛家教学终极的目标，让每个人回归自信。你从自信里头走出来的，设法起一真庄严。再扩大跟你说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全包了，没有一个例外。怎么来的？能大师说的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自信所生的全宇宙啊，十方无量无边际的刹土佛刹啊，自信生的，自信一体，一切万法跟自己什么关系？一体，就像做梦一样，梦中有自己，也有一些人物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，啊，有山河大地，有一切万物，它从哪来的？一念迷了，整个心性变成梦中境界啊，醒过来之后呢，痕迹都找不到。要知道我们先前睁开眼睛看到的
虚空法界，梦中境界一样啊。回归自信就是醒过来了啊，醒过来才知道，原来设法界一真庄严啊，无量劫来轮回六道，哎，也长梦啊。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就叫得一成道，不由他我，他没有办法悟啊。他要能帮助我们悟，诸位想想看，在这个宇宙里头，示现佛身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，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，没法子计算的。恒河沙数，无量无边的，他能帮助我们开悟，我们今天不开悟，他们的本愿没做到啊。他们度众生有缺陷，不圆满了，我们今天明白了，原来不是有他，是有自啊。得一成道，全由自我，不由他我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想到了，一切菩萨证得究竟佛果，没有例外的，都是这一句，得一成道，不由他我。我们要相信啊，他怎么悟的？放下就开悟了。放下什么？妄心、杂念，只要起心动念就是妄的，真心没有起心动念。妄心有起心动念，这个道理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，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就是看破，把事实真相看清楚了，事实真相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就不能放在心上，那就对了，不放在心上，心没障碍，那就是一成道，那就是大彻大悟，那就是明心见性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，所以佛教人用什么方法开悟？悟一成道，一成道就是常寂光净土，就是如来的法身，就是一切法的本体，
千经万论就讲这种事情，无量法门就是求证这种事情啊，无量法门通通归到禅定，为什么？因为自信本定。南大师的报告对我们学佛有很大的帮助，他第四句是何其自信本无动摇，本无动摇就是自信本定。自信是什么意思？自信是什么样子？他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。那起心动念是什么回事？阿赖耶。阿赖耶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是生灭相。自信不生不灭。这个我们要知道。不生不灭，所以他没有动摇过啊。那么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定的方法无量无边，不是一种，八万四千法门通通修禅定。所以般若经上告诉我们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？不管是哪个法门，都是修禅定，所以它是平等。禅定现前，一乘道即现前，就大彻大悟，就明心见性。是这么个道理。古人还教我们一个方法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自见就是不由他悟，开悟了，没有人教你，你怎么开悟？读书千遍，把起心动念忘掉了，把分别执着忘掉了，这个时候心里头没有分别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豁然大悟，智慧开了。啊，所以感谢老师，不是老师教的，但是这个方法是从老师那里带来的，果然有效，对老师感恩戴德。这是不是多余的？老师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啊。感恩戴德是自己内心里面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，一丝毫勉强都没有。这是真实智慧，真实智慧是总数啊，感恩戴德是撇数。总说像一棵树一样是根本，啊，别说好像是枝是叶，我们对这一句真正能够不怀疑，真正能够相信。
你不会走弯路，你不会走错路，你在菩提道上决定有成就啊！放下起心动念是佛道，一成道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菩萨道。还有分别，确实没有执着，罗汉道。全都是不由他，所以清净善知识，我们看慧能大师的例子，他到黄梅清净无阻，跟五祖就见一次面，经过情形谈经上记载的很清楚，五祖没传法给他，只教他到对方去冲米破柴啊，他是樵夫出身，这是他的本行啊，到寺庙里面来还是干本行，没有叫他诵经，没叫他念咒，没叫他研究经教啊，叫他去冲米破柴干这种事，干多久？八个月。那就是他在黄梅呀修行，就修这个啊，冲米破柴，心里用功啊，在哪里用功啊？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在冲米破柴这个工作上去修正。道不执着，就是阿罗汉。道不分别，就是菩萨。道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就是此地讲的得一成道，不由他。他得到好了，得到什么？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什么样子？他的六五句话就说尽了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第一句，第二句，本不生灭。第三句，本自具足。你看，这就是不由他物啊，本自具足啊。第四句，自性本定，本无动摇。最后一句，能生万法。我们妄心会做梦，梦境的时间不长，几分钟、几十分钟醒过来了。啊，想象刚才做了一场梦，那我们自信在梦中。就现山河大地，就现整个宇宙，就现佛经上说的"
遍法界虚空界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现这个境界。这个境界是怎么境界？金刚经上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自信做的梦啊，我们晚上睡觉的梦是阿赖耶做的梦。阿赖耶做的梦时间短，自信做的梦时间长，都是梦境，没什么两样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这个道理要懂，要清楚，要明了。为什么？容易放下，放下就得到了。明白了，没放下，还是在梦外，没有得到，放下就得到了。佛说放下，儒也讲放下，啊，大学讲方法，成圣成贤的方法，怎样才能成圣成贤？格物致知，格物是放下，致知是看破。言语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啊。事出世间法，都从看破放下入门呐。儒家把格物摆在第一个。佛法讲止观，止就是放下，观就是看破，也是把止摆在第一位啊。啊，从哪里下手？就从这下手，从止下手，从放下下手。啊，放下尤其对烦恼。什么是烦恼？贪嗔痴慢疑是烦恼。贪要放下，嗔要放下，愚痴要放下，傲慢要放下，怀疑要放下，这就入门了。真的入门了啊，这些东西统统放下了，证阿罗汉果，就叫阿罗汉。他脱离三界六道，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到设法界，设法界里面是圣法界，他不是凡夫，真正的圣人啊，这在佛法里小成就的小成道，不是一成道，一成道是佛。啊，佛之下有菩萨道，有声闻道，阿罗汉是声闻。所以阿罗汉住十法界，四圣法界，四法十法界里头，佛法界、菩萨法界、声闻法界、缘觉法界，他在这个地方。
在那里去断分别，能于一切法不分别了，平等心现前，有分别就不平等，不分别就平等，佛跟众生平等，不分别，没有分别啊，只有迷雾，没有其他。迷了自信叫凡夫，觉了自信叫佛陀，是一不是二。啊，再往上提升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法身菩萨，生十宝庄严土，四十一品无名习气，断尽得一乘道。一乘道是究竟之佛，啊，注解里面念老告诉我们，度生四种不离神通，这神通是广义的，啊，包括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啊，都叫神通。啊，帮助你通达了。啊，虽然不离神通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二住神通，一切的神通从本以来自然安住，非从外得，开悟它就现了，得定它也现了。譬如须陀洹，须陀洹放下五种见惑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、戒取、邪见，这五种错误的见解他统统放下了，证须陀洹果。这两种神通，天眼、天耳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今天讲通灵了，他能跟欲界诸天，功夫高一点的，能够跟色界天人联系，啊，他有天眼，他能见到；他有天耳，他能听到。五种见惑是烦恼里头最粗的、最明显的。啊，你看哪一个人不把身体看作我？错的，我常若我见，涅槃死得了，里头有我，我不生不灭，生有生有灭，不是我，我不生不灭。人死，生活离开这个身体了，不要这个身体了，像换衣服一样，这件衣服脱掉换一件，身不是我，
现在人都把身置之为我，这就堕落到凡夫里去啊。小乘出国的人就知道啊，知道身不是我，心是我，灵性不是灵魂，灵性，灵性跟灵魂有时候混在一起说，觉得灵魂叫灵性，迷了的灵性叫灵魂。啊，他们有生命，灵魂离开这个身体，在六道里头又去找一个身体，就投胎去了。啊，善业多，他到天上去了；恶业多，他到畜生、恶鬼、地狱去了。啊，去找个身。谁知道？须陀洹知道，阿那含知道，阿罗汉知道，啊，菩萨更不必说了，都知道。啊，那么这些事情，近代的量子力学开始研究这问题啊，量子力学已经证实物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跟弥勒菩萨所说的物质存在的世界确确实实是一秒钟2240兆次生命，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是这种相似相续相，不是真实的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科学不断在进步，20-30年之后发现念头不是真，物质是念头生的，能生物质的念头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大乘经上佛看到了，菩萨看到了，佛菩萨告诉我们把假的当作真，坚固的执着不肯放弃，这产生什么后果？产生坚固的轮回，轮回出不去，轮回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你这个执着没有了，阿罗汉执着没有了，阿罗汉超越轮回。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设法界也不是真的，也是假的。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大乘经里头讲得好，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彻底放下。头一个放下身心世界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放下，都是妄念。自性本定，回归
自信本定。自信本定，佛教称为三昧。啊，梵语称为三昧。啊，要知道，从本以来这一句是自然安住，非从外得。啊，圆觉经上讲，从本以来安住神通。下面念老给我们解说，全知是指，是指是根本知，全知是后得知。那我们今天简单说，是指是智慧，全知是知识。知识是后得的，啊，智慧是自性本有的。能大师的第三句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第一个，具足无量智慧。智慧是自性里的本有的，不是外头。见性它就出起作用。啊，知识是从外头来。你六根所接触到的。落现在阿赖耶里面的种子那知识。知识是从外来的。智慧是不由他物，是自然。啊，所以是全是二智俱明，都清楚了，都明白了。这要得定，定功越深，你所知道的也越深越广。啊，所以真正会修行的人，直截了当就修禅定，这就是八大宗禅宗所修的。什么人有条件有能力修这个法门？妄念少的人，烦恼轻的人，可以修这个法门。妄想多的人，杂念多的人，这个法门他不得其门而入。所以这是少数人所修的，不是多数人。啊，于是佛菩萨再以全智跟我们讲学，给我们上课。啊，大乘小乘啊，方等华严法华，这些大经大论全知。佛为什么用这个方法？这不得已把全十二支的内容略略的给你说清楚说明白，告诉你实质不可得，它没有现象，它不是物质，它也不是精神，不是念头，什么都不是，不可得。啊，全智所现的是假象，
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刹那生灭也不可得。你知道全时都不可得，你才能彻底放下。彻底放下就见性了。用这种方法帮助你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所以全十二智具明呐，这是三藏十二部教的经典呐，给我们做垫脚石，帮助我们向上提升。啊，那前面跟诸位说过，夏莲居老居士知道同宗同教，显密圆融，大善知识啊，断烦恼才能证菩提。对他有没有困难？他自己说有，烦恼习气断不了。怎么办？没办法，遇到了净土宗，待业往生，不要断烦恼就可以成就，欢喜啊！欢喜了一个多星期，正是经上讲的生大欢喜心。为什么？有救了。本来同宗同教显密圆融还是没救，烦恼习气断不掉。你看理明了，方法也懂得，做不到。这一下遇到这个法门，可以待业，不断烦恼就能往生，就能成就，欢喜。一个人住在一层楼上，欢喜兴奋了一个星期啊！我相信他老人家说话不是假话，真的久了，死心塌地，心愿之明，他往生了啊。黄念祖老居士到晚年讲念功最后一部著作《精修解要》，把它讲一遍，那个连内容太丰富了啊！现在这个书出来了，还有光碟流通。我告诉同学，我看到进修解要欢喜啊！为什么？烦恼习气断不了，不但烦恼习气断不了，信愿持名这一句我们做的不圆满啊！为什么？烦恼习气放不下嘛，念佛如果我们不能达到功夫成片，不能达到一心不乱，往生没把握啊！读了进修解要才恍然大悟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住。哪怕你一生都不相信这个法门，到临命终时，人家劝你，你才相信。
真正相信也不过是一两个小时而已，度能往生。我们听到这个话喜欢，为什么呢？我有份。如果像前面所说的一定要功夫成片，我们没有份，没把握，还是担心，还是害怕，怎么办啊？进修接药这个好了，一天只有十二杯三十二杯，啊，有礼拜，有赞叹，有观想，有忏悔，有回向，啊，课程很短，最简单的功课，人人都能学，人人都能成就，末法八千年。往后还有八千年，八千年当中往生极乐世界那些人通通以这一个法本，通通以进修戒要修行欢喜，跟夏老一样啊，生大欢喜心啊，真有救了，不假。纵然遇到大灾大难，啊，大难临头，我还有一口气，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度能往生。这个法门殊胜无比啊！我们再接着看念老的注解最后这一段，全是二智俱明，神通自然安住。啊，妙德公园入于实相，这两种智都搞清楚，都搞明白，就像下莲居老居士这样的人，二智俱明，神通自然安住，啊，讲经教学，得心应手啊，功德无量啊。啊，妙德公园入于实相，这个入是解悟，不是醒悟。啊，解悟是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醒悟是没有办法证得。啊，都知道就是不能证的，什么原因？烦恼习气断不了，障碍在啊。日常生活当中依然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这就没有办法如于实相。啊，要入于实相，那就证无所得，以无所得故得一成道，那这就是慧能大师的境界。现在这种境界人没有了。我们自己学佛最重要的要有自知之明，
我是什么境界，清清楚楚。啊，那这个法门好是好，对我还是有难处。我们求一个更方便的，夏老晚年最后的这个注册，就是给我们最初方便。精修解药，我们掌握到精修解药，要把握了，这一生真的有救啊！只要早晚这两堂课你不缺乏，早晨起来拜32拜，晚上晚课啊，这两堂课不缺，我们相信3年效果就成就，你真能往生，真有把握往生啊！不由他物这一句经文，无中原一本经唐译的，有这四句：得一成道，无有疑惑。于诸于佛教法不由他，至于未已的，则会有心处智慧，真实智慧，真心里面生出的。啊，所以我们最好在日常生活当中训练自己，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什么叫真心？妄心的反面就是真心。啊，杀盗淫是妄心，不杀不盗不淫就真心，真心是清净心，妄心是染污心，妄心那个心被杀盗淫染污了，他不知道那是错误啊，妄语两舌其语恶口是妄心，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两舌，叫真心。啊，贪嗔痴是妄心，不贪不嗔不痴是真心。只要把十善业道做到。啊，食物决定不做，不但不做，要从心里头把它移出去，心里面只存食善，没有食物，这就好。啊，净严书里头的解释，净严书是解释唯一的，真解法中明慧显出啊，真解没错误，啊，你理解的很清楚，你说得很明白啊，所以真解发自于
忠心啊，忠是真心，偏邪是妄心，这叫慧心处。啊，盖为真舍明悟啊，法于自性，名为慧有心处。又往昔大师《无量寿经钞》，以往即断，事理或正，必能正之，不由他生，必有心处。啊，通通是能大师第三句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无量智慧是自信本自具足的，不从外面来的。只要你见性，智慧就出来了。啊，所以《无量寿经钞》里的是以往即断，不怀疑了。真理呢，或真。啊，或是不定在什么时候，不定在什么处所，不定是什么因缘，开悟了。这种例子很多。诸位看传灯录，传无灯看无灯会员，这些开悟的人，因缘不相同。啊，不定什么初上的豁然大悟，啊，所以我们要相信，《无量寿经》上这一句话是真的，古今中外确实有许许多多的案例给我们证明这桩事情不假，我们要生起信心。海贤老和尚是最好的榜样，他没有念过书，他不认识字，他对于经教通达，你把经念给他听，他讲给你听，讲得头头是道，讲得清清楚楚，讲经的时候是他的全智，不讲经的时候他住在舍智，那我们凡夫不是住无明，就是住烦恼，不生智慧。这些真正修行人，不说话的时候住实智，无分别智；说话的时候全智，无所不知。啊，所以要断疑生信。疑惑只要有少许没断，它就是障碍，障碍你开悟啊，必须断得干干净净，
朗然大悟，顿证真谛，得一成道。啊，所以能不能开悟？每个人都能开悟，只要你能把烦恼，烦恼里最重要是怀疑，愚痴怀疑。怎么能不疑？大概知识分子不得不依靠经典啊，读诵经典，帮助我们断疑圣贤啊，尤其是经念熟了之后能够背诵，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都在背诵经典。好，为什么？你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叫慧眼功啊，也就是经典里面所说的净念相继，一心不乱啊。虽然跟这个不完全相同，很接近，这是好境界，希望大家留意，不能轻易放过。啊，这一段文后头还说，能证此一成道之智，必从自心出，绝不从他出生。这句话很重要，智慧开了。怎么开的？这个地方讲的心，就是平常讲的心，坛经里面讲的心，自信啊，此地说自信，开悟了，慧书里都说，断除以往，则智慧自生。由心者，无思自然之，不由他物。啊，盖为所生之智慧，那是无思之与自然之。既然是无思之，则不从人得。啊，复是自然之，那就不由他生。故曰：慧由心出，于不由他物。这个话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认真学习。为什么？我们希望在这一生当中也能有悟处，这就对了啊，可不可能？没有什么不可能，只要你真正相信，你不怀疑，疑是最大的麻烦。只要一怀疑，功夫都用不上力。啊，疑是根本烦恼啊！它的破坏能量最大，
让一个人丧失信心。啊，人信心丧失，则一事无成。无论干什么事情，成功失败，则信心。有信心，没有不成就的。没有信心，纵然有成就，时间也不长。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下面念老告诉我，上面三个注解，经言疏、会疏，可以互相做参考。啊，纵之则为朗然大悟，真如实相。我们修佛的目的就圆满达到了。啊，怎样才能大彻大悟？真如实相，跟这些化身菩萨同样的之间，对于宇宙万有的真相明白了。真相经上讲的很多啊，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相有体空，世间法没有一法不如是，法法皆是。啊，诸佛菩萨所证的实相，有没有？有，永远存在，不生不灭。那是自信。慧能大师讲六种、五种，自信是真有。自信我们能不能掌握到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它不是物质现象。你无法掌控，没有办法据为己有，包括我们身体，身体是刹那生灭，我想让它常住世间行不行？不行，它受谁支配？受业力支配。人的寿命是业力，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想长寿不难，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叫我想发财不难，修财布施你就得到，想聪明智慧也不难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求长寿也不难，
修为布施，世间所有一切众生，他们的福报总离不开这个因果报应。啊，命里头有啊，有这个财富啊，丢不掉啊。啊，或者有大灾难，房子被火烧了，大水漂了，你的财富完全没有了，可是你命里头有，这个漂走了，过上三年五载，你又发了。为什么？命里有时终须有啊，命里没有不能强求，求不到。这边得到，那边就丢掉了。佛教给我，我们真干啊，修财布施，修法布施，修无畏布施，果报真的不是假的啊，真现前。佛没骗我们，老师没骗我们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世间人如果对这个道理搞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他的快乐就现前。啊，什么？他没有忧虑，他没有牵挂，他没有得失，起心动念、言语作造作，都在累积智慧福报。啊，所以。他的财，他的法，啊，甚至他的寿命丢尽了，他有没有忧虑？没有，他有快乐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切实处所现前的，他全得到。世间人能不能看到？能，只要你细心，你不迷惑，你不颠倒，你就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有福报的人就是有福，没有福报的人就是没有福。为什么？他纵然有财富，有智慧，有长寿，他还有忧虑，他还患得患失，他还操心，操劳不是有福的样子。有福的人心里自在啊，没有操心的事情，也就是做事没有想不开的事情，他统统想开了，他没有牵挂了，没有顾虑了，啊，事出世间法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所想的、所看的，与佛法全都相应。
得大自在啊。我们再继续看下去，物有自性，非从外得。下面写出，从门入者，不是家者。这两句话是禅宗的比喻话啊，从门入者，外头来的，那不是你自己家的，是从外面来的。自己家的时候不是从门出，是从我这里出去的，这个味道很浓了。这个门是什么门？五门。自己开悟的是家珍，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假的，不是家珍。所以过去老师教学生，只是每天看着他读书，老师在旁边记述一遍、两遍、三遍，再记述啊，教你什么？教你读书千遍，读满一千遍了，老师说：“行了，来讲给我听听。”他那讲出来的，他不是从门入的，他是从自己出去的，啊，所以开悟了，自得就是开悟啊。一千遍小悟，啊，听他讲，讲的没错，老师点头给他认证，承认的有悟处。没讲错，给他做证明啊，这就及格了啊。接着老师再教他再念一千遍、两千遍，两千遍圆完了，再来再讲一遍给我听，讲得更深，讲得更广。两千遍大悟啊！啊，两千遍完了之后，老师就再念三千遍，三千遍、四千遍，大彻大悟。所以老师要会教，会教是教他开悟，教他自己开悟。啊，不会教的，老师把这书讲给他听，他是从门而入的，他将来学的就是老师这个讲法啊，不是他自己悟的，自己悟的是真的啊，那是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啊，智慧开了，是真的啊，从老师那带，从外面带来的是知识，不是自己，是别人。别人对了还不错，别人错了，这冤枉跟他错了。啊，所以古时候教授先生，如果说是对小孩讲给小孩听的时候，这不是好老师，人家不信。由此可知，古时候私塾教学的那些老师
都懂得这个道理。啊，对于学生不敢轻慢，为什么？有时候学生悟的超过自己，自己还赶不上。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就这个道理啊。老师超过学生，学生超过老师，老师欢喜啊。学生不如老师，那是老师教学失败了。中国古人戴的帽子啊，有一种敬贤冠，那个帽子像两层啊，后面高前面低，像楼梯一样，前面是老师自己，后面是学生。戴这个帽子，希望学生将来的成就超过老师。啊，戴在头顶上，念念不忘啊！要把学生带好啊，要出人头地啊。啊，自己是个秀才身份，希望学生里头能考取状元，那是老师的光荣啊，那是老师会教。啊，所以这一句从门入者不是假证，味道很浓啊，很有味道啊。六祖慧能大师曰：“密在入辩。”也是这个意思。诸佛的密藏在哪里？自信本自具足，在自己自信里头，不是在老师那里。这都是事实真相，诸法实相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故知诸佛密藏本自具足。这个诸佛密藏就是我们一般讲无量智慧、无私智、自然智、自性里头本自本来具足的。那么于是我们就晓得了啊，教学如何帮助学生真正落实戒定慧三句，帮助他得定，智慧自然现前。啊，为什么要得定？定是真心，不定是妄心。妄心就是阿赖耶，生烦恼；真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啊，真心妄心人人都有，哪个没有真心？妄心就是真心。把妄去掉了就真心啊，妄是什么？归拿起来不外乎妄想、杂念、分别、执着这四大类，
有这四大类，我们完全用妄心真心妄得一干二净，真心在不起作用，我们学佛，我们跟老师求智慧啊，真正好的老师帮助我们把悟门堵塞，把真心开发出来。好老师，这我们要知道。啊，中国古代，中国历史有5000年，有文字记载的至少也有3000年。古圣先贤把他们所悟的、所说的用文字记载下来，流传给后世，这是真正的宝啊！为什么？它能解决问题。最深的问题是心性，它能帮助我们回归自信啊，它有善巧方便帮助我们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读书千遍，这是最常用的方法。一般当老师的人都会运用，啊，中国古人教学，小孩童年的时代智慧没开，你跟他讲他听不懂，你说给他听他记得很清楚，记忆力特强，所以要利用他这个记忆力，需要记的东西全都在15岁以前完成啊，记忆的量很丰富，同盟所教的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这一系列有10几种，是培养小孩无伦、无常、道德跟因果的教育。要在10岁前后就要完成，啊，5、6岁开始学习，差不多就学完了，2、3年就学完了，有这个基础，再学4书5经。成绩特别优秀的还可以学13经，换一句话说，4书5经13经在15岁之前一定要完成，读够遍数
确实有无助。啊，15岁上太学。我听说，我没见过。啊，上太学的学生都不用书本，老师带着他们游山玩水，读万卷书。15岁以前的事情，行万里路，15岁到20岁。老师带他去游历，行万里路，开发他的知见呢。啊，古圣先贤书籍里所记载的，现在到现场去看看。啊，所以20岁参加考试。大成就了啊，县考秀才，省考举人啊，中央政府殿试，皇上做主考官，考进士，都是年轻人了，像现在大学生一样。进士是学位，最高的学位，举人是第二个学位，秀才是本科生。这个制度在中国用了几千年没出问题，他的成就世世代代都有个圣贤出现的成绩，唯独现在没有了。我们出世到这个世界，就碰到这么个缘。这个100年，真正的高贤没有了。我们应该在这上面多多的反省啊，认真的去思维，我们前途怎么办？再看未来的100年、200年，如果像这样下去，可怕。不是可怕，害怕，真害怕。啊，怕老祖宗东西丢失了。书本不会丢失，现在印刷机械化很方便，可以大量生产，所以书籍不会丢掉。怎么丢掉？没有人会念的。啊，不认识中国字，古汉语的文字，不会念中国文，文言文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祖宗留给我们这么多的宝贝，帮助后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成绩会超过古人。那这一丢失，我们永远落后，而且会非常凄惨，
非常痛苦。现在真正懂得中国文字学的人不多了，我们找了好几年才找到四个人啊，我们有十几个学生请他来教文字学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希望传统文化不能在这个时代断绝。代表文化的就是四库全书、四库会要。这是宝啊，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男女老少，得到幸福快乐的一生，你要不要啊？家庭和睦幸福，你要不要啊？事业一帆风顺，社会安定，国家富强，世界和平，四库全书能够帮助你统统得到。就是要你去读这部书啊，这部书分量很大，古人已经下了功夫，在这个里面截取精华，唐太宗带头说的群书之要，它是四库的精华。读这一部等于你就读了四库全部啊。那么遗憾的，唐太宗这个书取材直到近代，那后面隋唐宋元明清这个六代是在唐太宗之后的，他没见到的。那现在我们有义务要把四库里面像前面的体例相同，到四库里头再把它找出来，群书之要续篇啊，也变五十卷，也借取五十万字，将来合起来正序两篇，一百万字，一百卷，就是小四库，真正是四库全华啊！大学文学院学什么？就学这个就够了。然后你有兴趣，在四库里找你喜欢的，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你真正是一代汉学大家了，专家了，这是我们所向往的，我们所希望的啊！能有这一天，能不能培养？不难。现在我们学生当中就有一个，还不到14岁，那我们教这个小孩，劝小孩读这些古籍，记忆力好啊，一篇古文
念十遍就能背诵。啊，所以我教他，希望他在十五岁之前把四书五经统统念书，都能背诵。这就是一个榜样，他能做得到，人人都能做到，就是要给他机会，要教导他。啊，将来大家都知道老祖宗这个办法好，把他召回来，国家能复兴，世界能长治久安。啊，所以这个幕后念老在此地给我们做的总结，啊，故知诸佛密藏本来具足，悟则明现，不从他德。故云得一成道，不由他悟，是真的。我们往后有没有圣贤出世？有。从这一句里头，我们就相信中国古时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是什么人？佛菩萨再来的，都是开悟了，对吧？都是见性的，对吧？啊，这些人还有跟外国很多宗教家很多专家学者啊，留下来的著作你去看看，很多想法看法相同，他们没见过面，不是生在同一个时代，不是生在同一个地区，居然想的说的写出来的都一样的，证明得一成道不由他悟，他们这些人都是得一成道的。啊，过去有，我相信现在也有，未来也有，现在只是咱们把机会丧失掉了，小时候没正感，啊，大时候没人教，现在我们把这个信息告诉下一代，劝下一代好好抓住光阴，他能成就，我们对他有信心，这才能复兴文化。啊，才能够把这个地球推进到千年盛世，长治久安啊。做得到，不是做不到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